我叫冰冰。哦不，不要叫我冰冰了，我听得好腻啊。我想换一个没有人用过的名字。这是我国小的自创舞步，老师说我跳得很特别哦。高中时朋友只想游玩，而我想要有自己的人生，成为优秀的演员。很希望能穿上美丽的白纱，做一个幸福的新娘，拥有一半美好的婚姻。冰冰啊，啊你一支手哪会拢无叮当？啊你为什么？我给你按摩一下。妈妈，你不要闹啦，我们在拍戏耶。哦，可怜的这个囡仔安尼，一支手安尼白苍苍啊，硬翘翘安尼，我血路拢袂通。冰冰啊，你看，这张相片你摕西瓜，足古锥的呢。冰冰啊，你知道来闹去会跌倒哎。你读书的时阵啊，足爱水的，常常拢摕妈妈的化妆品去偷化妆啊。结果啊，路拢无咧看，你就是拢唔听话啊。妈妈常常甲你讲爱小心，啊你拢无咧听，啊你就是这个个性啊。啊，逐摆甲你讲，你嘛是搁安尼。嘿，算命嘛，讲起你吼，啊，你要较小心来注意安全。接电话，你跑去哪里？哎，今天吃水果大餐。好啊。跟你说，我之前去试的那个戏啊，我欧上女主角嘞，好开心哦。我知道，水果呢，是你最爱吃的，对不对？嗯。你来吃饭喽，还是要慢慢吃哦。冰冰，你记得这个咕咕钟吗？这个啊，是我们在夜市的时候套到的，尤其是这个声音，你最喜欢。来，对不对？走近一点，让你听清楚。对不对？不准你干嘛？你在这里耶！这个声音你很爱听耶，你记得吗？我们还花了很多钱才套到的。哎呀，我们不要玩这个了啦。哎，你来跟我对戏好不好？我想要练习一下，我要练台词，好不好？你有听到吗？医生，不好意思，让你专程跑到这边来。我帮他按摩，我也陪他听音乐，但是一点效果都没有，你不要慌，我帮你看看。记得吗？有一次啊，我们超夸张的，台风天下大雨，我们到阳明山泡温泉呢。
在野溪泡温泉的感觉好棒哦！一抬头就是一棵樱花树哎。我头好晕哦。喂。月头。月头。月头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忘记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我就来陪冰冰啊。哦，好好好，那这次先不要约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拜拜，拜拜。冰冰来吃早餐喽。芋头啊。刘妈妈。刘妈跟你讲。我看你回去好啦，伊拢倒较久啊。啊，你的生意吼，我想够了啦。你有你的前途，你还可以去找更好的女孩子。是你在说话吗？看这边啦！好，啊！
你们也是？我们哦，等死啦。妹妹啊，你男朋友很有心呢，他对你哦有情又有义，都一直陪着你耶。我跟你说啦，你不要看那些电影随便乱拍啦，你以为只去黏身体就会黏回去哦？拜托，哎，这样子这一招黏我黏哦，已经试过1000次了，不好啦。那要怎么样才会醒来？来，看我的。你小时候是不是很爱吃西瓜？还有，你常常偷用你妈妈的化妆品，你走路的时候常常会去撞墙。我哪有啊？哎，还没有，我都听到了，还装傻嘞。哎，你很没礼貌哎。那为什么你们也醒不来啊？我要是有人也跟我说话，我早就回去。我们才不像你嘞，有这么多朋友来看你，我们都没有。来，你看，陈月凤，这是我哎，我连我自己是谁我都不晓得哎，没有人会跟我说话，我怎么醒得来？阿姨。可是很奇怪呢，我躺在这边躺这么久吼，别人事情我都知道很清楚哦。像阿全的故事哦，就超精彩的。没有啦，我是说之前从高雄来那个阿义呀，记不记得啦？啊，对对对。没有啊，每天都在那边情话绵绵，有没有？啊，三不五时就这样哦，亲一个哦，靠一个，啊，笑一个。啊，我跟阿义聊天聊到一半呢，他就绕跑啦。啊？起来还跟他女朋友讲说，在昏迷的时候，刚刚在做梦哎、嗯，我看他是看到鬼哎、欸，我还记得那个陈老师啊，他妹妹每次来看到我，到底怎么样才可以醒过来啊？医生啊，说你的四肢健全，我看你现在的头脑也差不多全部都清醒，我想只欠东风喽、嗯。东风没有，耳边风哦，倒是弟弟吹哦。你这人讲话何必这么酸啊？我有说错、哦？这几个月来，你的家人都在讲回忆给你听，结果你都马在鸡同鸭讲。我哪有、啊？还有，你很爱插话、欸，我又还没讲完。我还有，你的个性很奇怪，人家叫你往东，你偏偏要往西，你都只顾你自己，都没有管别人。阿芳啊，我真希望你会当先醒起来，你若醒起来，会记得叫我哦。那安尼，我就一定有救啊！如果有一天醒来后，你想做什么？我想要去拍大头贴。我听芋头哥哥说，拍大头贴好像很好玩呢。我想要去练瑜伽了。我要把自己的骨头练到那嫩条条。阿全阿力嘞呀？我。嗯啊。嗯。其实我嘛捌醒起来过但是人老啊，老伴朋友拢转去啊，醒起来搁较艰苦啊，所以选择转来遮，至少还有恁通陪伴我啊。我想要弥补一些什么？冰冰姐姐，快一点啦，芋头来了啦！
晕头来了，来了，晕头来了！你现在在干嘛？赶快来准备！快点，快点，准备准备准备什么？啊，准啊啊！捂耳朵，捂耳朵！坐下，快点啦！我耳朵挖干净一点哦。哎呀，不要吹啦！哎呀，吹的比较干净啦。好啦，哦。哎呀，哎呦，芋头哥哥在跟护士阿姨讲话啦。另外一边嘞。这次要听清楚哈。冰冰，我以后不能够天天来看你。因为我妈妈也住院了，我必须回高雄一个礼拜。但是你不要担心哦，我想到一个办法。当然了，你看这个啊，是一个打卤机，我啊会把它放在床的旁边。不在的时候，我还是会天天打电话给你，每天说的故事给你听。冰冰，你一定要赶快起来。是哪一本书吗？还有那个是阿全阿伯的孙子舅，5年前从美国来看他的时候，以为他快挂了，所以才把那个游戏书烧给他，而且他还忘记烧笔耶。哎呦，我好想要救手上那台 NDS 哦。牛修哦，用烧的是给阿飘用的啦，我们都活着呢。哎，你在干什么啦？哦，我好想要有人把这个拿开哦。我看这故事看了50遍，我都不知道最后一格在画什么。好啦，你看这个啦。什么？这个67岁的拉伯啊，印度拉伯啊，他可以在39秒内喝光一大瓶490公克的番茄酱。谁要喝这个啊？好多、哦。冰冰。你还记得吗？有一次我们约定好要一起去夏威夷跳草裙舞，哎，要加油哦，我会陪你的。冰冰，你放心啦，你现在已经这么努力在听哦，过不久你回忆就会满满的啦。嗯，安啦，其实我大部分都已经想起来了，只是有些细节还是觉得好模糊。没关系啦，我们可以帮你啊，在你昏迷的时候啊，我们早就帮你记起来了。怎么啦？阿贝呢？阿贝，阿全阿贝啊！阿全要先走了，也不讲一声。阿全，阿飞，你起来啦！阿全，阿飞，你在做啥？你起来啦！护士小姐，护士小姐，病房有人出事了！护士小姐，你听得到吗？护士小姐，护士，医生。医生，护士小姐，病房有人出事，护士小姐听到。
起来，你给我起来，我不要躺在这里，我不要死在这里。冰冰，明天我就会回去了。我妈妈的身体好很多了。我想到了，明天芋头来，你们一定要帮我。上次厨房的故事没说完，对不对？厨房你会想到那个有一个很中间很重要啊，就是那个什么长方形的，然后上面有两个圆圆的，然后你要把开封到上面那个，有没有？第一个字，第一个字啊，来，第一个字，第三个字，第三。是瓦斯炉啊！哎呦，再继续想，那厨房里面有冰箱吗？冰箱在哪里？什么颜色？颜色？什么颜色？颜色？快点！什么颜色？浅灰色的。冰箱。好，接下来问你哦，你冰箱上面贴了什么东西呀、啊？什么？上面哟，实在想不出来，我就要亲你喽！哈，叮咚，芋头留言，干杯啦！好，来进阶题，芋头送你的温暖，你放在哪里？在哪里？想要浇花？哎，冰冰姐姐，你在回忆里面不会浇花啦。可是我现在不想这样子啊。不是你这样子乱做，我怎么帮你啊？哎呦，哎，你不要再浇啦，芋头哥哥要继续讲了啦。你呀、啊，最喜欢吃我做的蛋包饭，只要有空，我就会亲自下厨。好，但是你很赖皮哦，连看电视都不出来吃，每次都要我三请四请你才会出来。不会了，我不会再这样子了。不过，白起碗筷的方式好特别，没有人像你这样。香哦，明明准备吃饭喽，饭要好了。芋头，哇，漂亮，啊，好香啊！真的，明明吃饭，啊，怎么又这样放？冰冰，快点吃饭，蛋包饭要趁热吃才好吃，快点。那你就先吃嘛，你好烦哦，你好啰嗦。冰冰，
头。参加完我家己的告别式，恁要来跟我做伴无？我不要，我也不要啦！你赶快去投胎啦！那些礼物哦，送给阿飘就好啦。讲完了，再讲一个，再讲一个。我想起来了，阿凤阿姨以前跟我讲过一个超好笑的。真的啊？那你讲给他听，快点。他说哦，有一个人叫做小蔡，然后他走在路上，就被端走了。走嘞！好笑。玲玲，来，让我照顾你吧。